听说好像也投入不少资金，有八位数字币。方大同烧4000万当老板，11年来收20天。你哭起来，我笑起来，都为了爱，爱。擅长 R&B 及灵魂曲风的33岁香港歌手方大同，有年靠鼓手父亲启蒙与自学方式展现他在音乐天分。出道11年的他有了新的野心。我很欣赏韩国市场，在这20年来，音乐界都是很团结的，很清楚自己希望可以把他们的东西推广国际的一个平台这样子。近年他开始朝幕后发展，相继成立富音乐及富影视，当起影音大老板，投入4000万还没回本，但他并不担心害怕。苹果，你去看他的历史，他也不是第一天成功，他是经过很长的日子熬出来的，终于才有现在大家看 的东西。哎，等等，方大同应该是指贾伯斯的苹果，不是黎智英吧？方大同为音乐不仅投入资金，还一度赌上自己的健康。我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有气胸啊，可能是有几年的时间是真的每天睡个四个小时，然后也没有顾吃饭的时间。入行到现在11年当中，真正的假期大概10几20天左右。所以你也不会想要就是去找对象？没有，因为没有时间。娱乐动新闻，因为音乐不好做。报道。